你的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你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模范，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耶和华，你永远是我的神。来到主你的宝座之前，我们夫妇敬拜，谢谢主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王，唯一的主，只愿单单来得着你。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，我已无可夸，只夸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你的恩典我站在至圣地，敬拜你，在你的荣光里，我一无所有，唯有生命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恩典，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，我已无可夸，只夸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因你恩典，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，敬拜你，在你的荣光里，我一无所有，唯有生命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只为宝贵的主，谁能与你相比？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只为圣洁的主，单单相服于你，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，夸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，敬拜你，在你的荣光里，我一无所有，唯有生命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只为宝贵的主，谁能与你相比？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只为圣洁的主，单单相服于你，主求带领我，倾听我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只为宝贵的主，谁
能与你相比？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只为圣洁的主，单单降服于你。主求带领我，倾听你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主求带领我，倾听你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哈利路亚，是主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来倾听你的心意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乃是要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虽然有时候我们透过人的眼目，我们所看不懂看不清的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信靠主耶稣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阿们。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你的美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不必担心，不必忧虑，也不必挣扎，我们单单将我们的眼目放在主耶和华你自己的身上，我们单单来跟随你，我们单单来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赞美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感恩称谢到底。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赞美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感恩称谢到底。再来，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，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处境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赞美坚持到底。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，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，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感恩称谢到底。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要感恩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是的，我们要用欢喜快乐的心来面对今天的处境。哦，主啊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把我们的国家再次仰望在主你面前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仍然坐着为王。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让你的教会身处在这样的世代，因为你对这个世代的教会有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让这个教会能够知道你的心意，在这个时候为神而挺身而出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还是在外面能够这样聚集。主啊，我们享受这样你创造的大自然的时候，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都给你。哦，主啊，现在你今天向我们来说话，向你的灵让我们来兴起。主，我们不再沉睡。哦，当世界上一个黑暗的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宣告，主，你坐着为王。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你继续来保守这个城市，你继续保守这个地方，你把我们放这个地图，就是要为这个城市来求平安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这个疫情我们不惧怕，你继续来带领教会来往前行。
主，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主人面前，我们生病的，我们工作上遇到困难的，主你都用你丰富的恩典来加倍的供应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更经历到主你这个信实，更经历到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不错失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更敬畏你，好让你的复兴的作为能够今天透过你的子民领导这地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坐下前跟你弟兄姐妹说，很高兴见到你。